龙德报气象给您满满的正能量。桃园龙德宫天上圣母司马祖岁次甲辰113年八天七夜祈安绕境，徒步前往鹿港天后宫挂会进香，圆满回家咯。相信每一位跟着司马祖同行最有福气的您，一定有一则属于自己的感应故事，欢迎洽询本宫服务台投稿，一起宣扬圣母的慈悲与神威，让更多人与桃园司马祖结善缘。那接下来与大家分享3月25到3月31号的天气。周一开始，台湾将受到大环境东南到西南风带来暖空气的影响，天气上大致稳定，而且白天比较闷热，因为气温比较高，午后深山会有零星阵雨的机会。周二到周三会有微弱的东北季风短暂影响北部、东半部，这些地区的气温将短暂的下降，夜间市区低温也只有16到19度，降雨则只有在周二封面通过时比较明显。周三过后，东北季风减弱，连迎风面降雨也会很快的缓和。气温方面，北部16到28度，中部19到29度，南部21到30度。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天气预报，提供给大家多多的参考。接下来与大家分享本宫近期的活动：马祖巡安圣光耀金门，桃园龙德宫天上圣母司马祖离岛巡安第三部曲金门绕境，将于国历6月28日至7月1日举行，报名人数已即将额满喽，欢迎把握机会，一同参与这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盛事。详情请洽询服务台03-313-6488，03-313-6488。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话是：存好心，说好话。那我们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